喂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你手不要在那里，好不好？下次会议他们说什么时候开始？目前没有确认。所以目前有确认，你们会预计这个罢工还会持续多久？我们目前没有预计，还是继续的执行。因为在航班的这个提到航班的改善上面，目前公司这边提出的最案是飞航时间的8小时，那公司工会这边的坚持的最基底线是飞航时间7个小时，必须要有。超过7个小时要3个人来派遣，那或许这个部分大家比较不清楚，也不晓得。那飞航时间是有分批上飞机在运行时间，但是呢，必须要包括前面一个半小时的准备时间，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来回一个航班的话，那中间还有1个小时的准备时间，其实7个小时时间再加上2个半小时在准备跟前置的时间，其实对这两个组员来讲。他已经工作了9个半小时，完全没有休息的情况下，上一次工会的这个指标，其实已经非常卑微。一般是知道什么？8个小时加加这边，超过8个小时就算加班。那我们今天希望9.5个小时，想要多加一个来派遣，来分散我们在飞机上的顾客，这样子其实